些地方平常没有保养的话，露出来真的会很尴尬哎。但是没关系，这个夏天呢，我推荐大家用舒摩尔私密纯白精油，让你从头到脚都呈现极致美肌。看它防水的程度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，看看我两边。超多的，但是如果只有问我的话，当然不准啦。我们去街头来问路人，一起出发 ，Go！ 我们现在要准备进行街头实测了，究竟他们猜不猜得出来我左手边使用了舒摩尔呢？我准备去找人了，加油！现在在做街头实测，然后相信看看我两边手肘哪一个比较骨溜、比较光滑、比较亮？是这个吗？应该比较有光，应该是这边呢。哦，好滑，这个吗？那你猜猜看，哪一个如意是我涂在手上左手的？感受一下它的质地，这感觉蛮明显的。真的假的？感觉是比较水，这个比较轻。你们都猜对了，我用的产品就是这个，加加。舒摩尔的私密纯白精凝露，它是爆水型的凝露，所以你知道擦在手上啊，它很快就可以被你推开，而且延展性非常好，非常清爽，还有淡淡的花香味，而且啊，它其实你像我推了几下，它就会被吸收掉了。然后我们进行清爽测验，哇，它在动，它在动了，是不是一点都不黏腻？可是它不止吸收的快呢，它其实保水功能也非常厉害。我们马上来测测看它的保湿程度，58%哎，71%，99%，超爆水吧？对，街头实测胜利。今天问到了很多女生，不管是国中、高中，或是出了社会的女生，都一致推荐的最强私密美肌神器就是舒摩尔私密纯白精凝露，让你拍照不用再用滤镜，让你等公车不用再遮衣架了。太开心，我要去玩水了。